靠近 소소. 让开， 不要打扰我 소소. 诶? 真的不打我? 老师三, 你在这玩吧, 这次测试我肯定能拿满分的。 여시산, 我跟你商量一件事。 大家好，我是SAP笔记探员65号。 参加完比赛后，啥东西都没得到，好气哦！测试结束后可以获得A级。哎，行，走走走走走，体验卡。老大，现在干嘛呀？继续往后闯就行了。那行，여시산，咱们冲！哎，여시산，有敌人！你去打。不行啊，太多了。 여시산，他们来了！我被看着，动不了手，那只能靠我的帅臂枪法了。搞定了！开始！看我的！哎，这小兵好像不打我。哦，靠近，叔叔！让开！不要打扰我，叔叔！哎，真的不打我！哈哈哈哈！여시산，你在这玩吧，这次测试我肯定能拿满分的。老弟。여시산，我给你商量一件事儿。啥事啊？我帮你打掉面前二敌的，你去消灭上面二敌的。我好，成交。여시산，我们说好了的，你负责搞定他。难怪你这么怂，看我的。여시산，怎么样了？嘘，小声点。好好好好好。看我。哎，여시산怎么还不动手？여시산，你咋了？他眼睛太多，一直看着，我没办法动了。让他不看你。 我有办法，就是在做好准备。你要是炸死我吗？当然不，我都是闪光弹，这些闪现六八二大爷的狗眼，等你。<笑>又是这样，好了没？哦，厉害呀，真留住六八二大爷的脖子。他力气太大了，我控制不了太久。你快走！好嘞，我去，救命啊！跑这么远，应该安全了吧？哎，到外面了。 兄弟，这啥情况？有人想要攻破收容所，快点击毙他们！好，看我的！搞定！话说，这不是测试吗？怎么有人进攻收容所啊？测什么试啊？现在收容所非常危险，你快干掉他们！喂，今天测试几点下班呀？我肚子都饿了。我也是。